9月17日，美国歌手断眉 Charlie Puth 在社交网晒出了甜蜜牵手照，正式公开了与女友 Halston Sack 的恋情。据了解，早在上个月，断眉就曾在社交网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中的女子正是美国女星 Halston Sack， 后来还分享了一起在车中唱歌的视频。而早几天，断眉还分享了和她的合影， Halston Sack 坐在断眉腿上，两人甜蜜对视。据悉，断眉曾在节目中被问及是否单身，他坦言不是单身，但不想将恋情公开，因为公开以后结局都不怎么好，因此当时并没有透露女方身份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